大家好，我是小姐姐。今天摄像大哥没有来，所以大胡子助理顾俊去当摄像大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这支适马105F1.4 的镜头啊，不对 ，F1.4 Art 的镜头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下面请欣赏照片。叮叮。调一下焦啊，稍微等一下。红点，红点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哎，太丑了！哎，太丑了！哎，太丑了！现在录 ending 时间，然后下面的话都是摄像大哥跟我说的，我只是个复读机。他说这个镜头是他用过的。不管是虚化还是锐度都是最好的之一，特别是拍人像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介意这个体积跟重量的话，其实他觉得这个镜头人人都想要。我不管你们介不介意，反正我挺介意的，太重了，我拎不动了。那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个镜头的体积可以说是非常之夸张了。同时呢，它的重量也达到了1.7公斤，所以呢，适马帮它配备了一个脚架环，这个是我在200端以内的定焦里面从来没有见到过的。所以这样的定焦你拿在手里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可笑，可以说。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呢，我觉得如果搭配 EDX2 这样的全尺寸机身的话呢，用起来并不会觉得比70-200重。所以在使用当中，我觉得搭配 EDX2 并没有特别大的问题。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定焦跟定焦相比呢，这支镜头实在太过于巨大了。
我个人对它最大的抱怨来自于它的口径，因为它的滤镜达到了105毫米，所以呢没有办法使用任何的滤镜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就决定了它对视频不是特别的友好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使用减光镜的话呢，在户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保证正确的快门速度，同时呢，因为它的体积跟重量又让它没有办法上到任何的稳定器上面，所以呢，你看到我拍摄这个视频呢，都是在三脚架上面拍摄的，能进行的移动不多。但是如果说到自动对焦的话，至少搭配我的 EDX2 呢，在视频的自动追焦方面，我觉得表现还是可以的。在拍照方面呢，我觉得它的对焦速度不是最快的，但是呢，也不算特别慢。那如果说到转接的话呢，我个人使用 MC11 进行转接到 A7R3 上面，我觉得转接效果不是很理想。虽然能实现自动对焦，但是经常会发生对两下以后就对焦自动对焦不工作的情况，所以呢，转接来说不是特别的推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推出一个视频，分别是几支特别热门的人像镜头，做一个比较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哪支镜头拍人看上去更厉害一点。好，这个视频呢，希望到时候也能找小姐姐出镜，可以吗？好，那希望大家持续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关注小姐微博，关注小姐 Instagram， 然后同时顺便也关注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呜。这光线好，帅呆了。